报道，全台伤兵密度最高，存款上亿，超过500户的地方就是在彰化园里。真容人们，他给我们赞低调的奢华，听过吗？我们今天中部最强之大头。嗨，大家好，快起来啊！牙公哈，牙公，气息雄壮，运动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好。Lucy， 好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中部的真的很强。全台伤兵密度最高，存款上亿，超过500户的地方就是在彰化园里。真容人们，他给我们赞低调的奢华，听过吗？韩雕啊，都是在那边默默开车的，默默擦天。对，但是那五百怎么样？都没有一个解释。我跟你讲，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才会站在这边，我真的没有开玩笑。第二个中部最强的就是卓博园，中部人家里一定都会有卓博园的东西。哎，圣诞节到了，我们来交换礼物吧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们不要花钱，找家里最喜欢的东西来交换。耶，我们来交换礼物，3、2、1，开！台湾大学，彰化卓博园，很赞。接下来第三个中部最强大的就是枣娘什么需要的服务呢？我们这边有精油按摩、泰式按摩以及龙根服务。可能你有去过吧？来，请你举手。我跟你说，小娘娘真的是不夸张哎，她的车子跑在各大街小巷，比那个选举车还多。如果就是你有去做过泰式按摩的，你有踏进这个健康美丽事业的这个场所，你真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娘娘的部分有没有好用？第四个中部最强的就是有三宝：辣椒、蒜蓉、甜辣酱。中部人一定要知道这三个酱料。咱们就是去那种小吃店，原定那一家。吃完的欧美人太美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多说。那我们今天来看看，这一秒便是中部人。甜辣酱袋子刷粉，辣椒酱戳进那个酱汁跟它的肉汁 mix 在一起。Oh my god！你会这样说，你真的100%就是中部人。最后一个中部最强大的就是三宝粥，有仙则灵，台风来袭有佛有保庇。每次台风来都会安然无恙，我们是八卦山大佛驻地在那个地方保护中部的安稳。因为你看台湾嘛，台风绝对是造三餐问候，放台风假都是放爽假。但是真的很感谢我每次台风来，然后中部就是都没有造成的伤害真的是很小，像是之前 Instagram 那张图一直在盖，就是这张图，就是有一次的台风嘛，各个地方的那个不一样的布局，蓝的蓝，绿的绿，橘的橘，中部像是被排挤一样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完全没有雨量，以为在那种干旱。中部呢，算是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，气候非常宜人。除了中部厉害的天气比较没有影响之外，出帅哥，拍胸脯保证，彰化真的是帅哥。红豆饼那一集的老板真的够帅。总而言之，中部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，大家不要担心。我们不是不跟你们争南北，是因为你们争不起呀、啊。我们这集要不要就是先招收大家？我们最后圆个场，好，全部台湾台湾人其实都很可爱。